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应中共中央邀请，于2月3日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和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刘宁一以及首都各界群众2000多人的热烈欢迎。今年一开始，上海工业战线上一片热烈紧张欢腾景象，广大职工为了迎接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创纪录、闹革新、捷报频传。上钢三厂的职工1月份按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中板车间钳工二组的工人创制了钢板划线机，使原来的人工划线实现了机械化。一生搪瓷厂的职工大闹技术革新，他们革新成功的拉胖机代替了原来的手工操作。上海国棉衣厂南支部车间的工人在笔学杆帮运动中掀起争取满堂红的竞赛活动，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里，各小组按月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产量质量双丰收。之一，安徽省的辟史航水利工程是把淮河流域的辟河、史河、长江流域的杭布河沟通起来，充分利用佛子岭等五大水库的资源灌溉、航运、发电。入冬以来，六安县和霍邱县50000多名工开挖吉东干渠，他们以大寨人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提早20多天到达工地，工程进度快，质量高。辟史航水利工程从1958年开始修建，现在已经有300多万亩农田得到了灌溉。吉东干渠修成后，又可以灌溉100多万亩农田。每到冬季，广州市郊区的社员为了挡风防寒，采用稻草覆盖的方法栽培蔬菜。韭黄不适合见阳光，他们拿瓦罐把它套住，这样既费工，产量也低。广州市郊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职工用塑料薄膜覆盖的方法栽培蔬菜，这样可以防寒，提高温度，使蔬菜早熟早上市，产量也高。用黑色的薄膜挡住阳光，使韭黄长得很好。用薄膜覆盖蔬菜，还可以避免菜种杂交。广州市郊区已经开始推广采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栽培蔬菜。
中旬，出席全国青联四届二次会议和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的代表，响应党的革命化、劳动化的伟大号召，在会议期间积极参加首都义务劳动。他们来自祖国各地工农业战线，来自机关学校。在这里，我们看到乒乓球选手徐寅生、梁丽珍、相声演员马季、京剧演员杜锦芳、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有的代表和著名劳动模范逃粪工人石传祥一起逃粪。这里有登山运动健将、藏族学生贡布、彝族学生达吉。代表们专挑脏的、臭的、累的活干。他们说，我们要经常参加体力劳动，体会和培养工人阶级崇高的思想感情。1月17日，武汉市首届冬季长跑赛在汉口、汉阳、武昌三处举行，有14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54岁的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武汉部队杨玉贤大校也参加了长跑。运动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奋力向前。武汉某部七连在平常的训练中总是从难从严地要求自己，在这次长跑中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本领。14000多名男女运动员，绝大部分胜利地跑完了1万米和5000米赛程。